好的，晚安。这点选球呢，先来看到聚焦在农历年期间，2024年的金厦两岸春节烟火是在大年初一晚上8点的时候，在金门还有厦门隔空的同步高空释放。那么长达30分钟的精彩烟火秀，一共呢是有5个篇章，分别是龙年大吉、家人篇、朋友篇、情侣篇以及幸福快乐年。那么两岸交错的璀璨烟火一发接着一发的绽放，这也吸引了上千的民众，是在低温寒冷的天后，顶着海边刺骨的寒风前往欣赏。希望我们这个今天在这个两岸烟花的这个祝福之下，国家强盛，然后我们在这边呢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那么有一位民众就表示，金门厦门相互对放烟火，两岸的烟火都可以完整的一览无遗，非常有层次，而且是非常的漂亮。那么除此以外，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他的妈妈梅耶在农历年期间呢，他也是前往大陆，而且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自己在上海的行程，是在上海著名的景点豫园打卡。他说呢自己在这个地方欣赏到了，在上海他是特别欣赏到了最为壮观的龙年展示。那么马斯克呢他随后也留言说，应该要让更多的人到中国来旅游。那么说到这位话题人物马斯克呢，他在中国的新年期间是在10号的时候，可以看到呢，他特别是在自己的自家的这个社群媒体，还有大陆的社群媒体微博上来发文和大家拜年，而且呢，当时他是以一张特斯拉的海报来祝贺大家龙年吉祥。不过呢，他这个海报里面也是暗藏一些玄机，可以看到呢，这个福字上面呢，它是有写着一个 S3，还有 X 跟 Y， 分别是代表自家的车型 Model 系列，并且呢，可以看到它的标题呢是用英文大大写下了 The Year of the Dragon。然后呢，但是这个却引发了大陆网友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因为大陆网友就纠正他，指教他说呢，其实不应该是要说 dragon， 应该是要说 the year of the lion。但为何呢？对于龙这个英文单字是非常的有意见。来看到综合大陆多家的媒体报道，包括了长安街知识就指出，其实呢中西方的龙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中华文化中的龙呢是代表着农耕文明的产物，主要呢是负责保佑风调雨顺，承载着勇敢啊还有奋进，活力无穷，是有一个美好向好吉祥如意的寓意。反观呢其实西方的龙，他们的 dragon 呢通常是象征着贪婪破坏，所以呢就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就好比呢可以看到在西方的电影里面，像是权力游戏啊、哈利波特还有魔戒，第二章是魔戒里面，其实呢他们的这些龙，这两只龙呢都是守护着宝物，所以呢就有一个贪婪的形象的一个塑造。而且呢其实在外形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来看到呢中国的龙通常呢他们是有鹰爪还有鹿角，身上呢他们是没有翅膀的，反倒是西方的龙他们是口吐烈焰、巨翅长鳞，有着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所以呢为了是要体现中方龙比较尊贵啊、吉祥的正面本质，所以大陆就认为呢，在龙的翻译的时候呢，应该是要 lion 而不是 dragon， 避免呢会产生一些误解。那么回到上海豫园的灯会呢，是大陆规模最大的灯会之一，40天的展期呢是海山海景的故事为主题，春节期间也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潮。不少的网红呢他们就赶紧是到现场来打卡发文。那么一共有5个主题区呢是游客的高峰时期，居然呢是要1个小时才可以进到园区。那么这一次贯穿上海豫园的一夜鱼龙灯会主题是有400多条的鱼来组成一个巨大的灯笼，这展现缤纷多彩的鱼群汇集，吸引了大量的人潮打卡。那么可以看到呢满满的中国风更吸引了年轻人穿上了汉服来打卡拍照，这也被誉为是中式的一个浪漫浪漫天花板，向游客来展示中式美学。今天穿的是汉服嘛，到这边豫园灯会比较应景，拍拍照什么的，觉得比较好看。我是汉服爱好者，然后呢，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影响，我们就是都很喜欢。穿汉服来有一种身临其境。今天穿的是棉质汉服，然后这个是马面裙、交领补服。灯会都非常漂亮，然后和中国传统的汉服比较搭，比较有年味吧，古色古香的，还是更喜欢过年这个氛围。一个是我们自己中国自己的节日，再来呢汉服也要比国外的那些打扮起来更漂亮，也更适合我们呀。越来越多人终于感受到咱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了。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